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能够相逢在语文课堂啊，也是咱们的缘分。大千世界，茫茫人海，走在大街上，人们步履匆匆，一张张鲜活的面孔啊，在我们面前一闪而过。那如何将一张张表情各异的面孔定格，化作永恒的一瞬呢？画家啊，可以用颜料去画；摄影师呢，可以用相机去拍；而咱们啊，则可以用手中的笔去描绘。俗话说啊，画龙画虎，难画骨。意思是说啊，无论是画人还是画虎，想要表现它的外在形态是很容易的，但是啊，想要画出他们内在的精神啊，却不太容易。那如何能将人物表现得栩栩如生呢？我们看，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当中啊，作家们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鲜活多彩、为大众所喜爱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生动有趣，爱恨鲜明，可以说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那么，文学大师们有没有什么秘籍？咱们可不可以学？怎么学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第一单元习作讲评，写出人物的精神。哎，在这里大家先要思考一下了，什么叫人物的精神啊？我们要写出人物的精神，是要写出人物的什么东西呢？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人物的精神包括什么呀？哎，这个人物的精神啊，是内在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对吧？具体说来啊，是包括性格特点、人的品质以及心理的状态。那明确了写人的方向啊，咱们就能更好的理解写人的技巧。在上一次的习作指导课当中啊，顾老师向大家介绍了三种写人的方法，大家还记得吗？哎，忘记了也没有关系，我们今天课程当中啊，还会再复习一下。那同时啊，顾老师还给大家留了两篇作文，一篇啊是一个命题作文，叫做争论，另一篇呢是半命题作文，这样的人让我。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这节课当中啊，我们要做什么呢？首先我们会复习写出人物精神的方法，然后啊结合例文学会运用方法，第三个则是观察生活，阅读人生，学会思考。下面啊，咱们进入第一部分，如何才能写出人物的精神啊？哎，顾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三大招式，那这三大招式分别是什么呀？我们看看第一招啊，就叫做细节要典型。那么在一篇文章当中啊，最能打动人，并且最吸引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细节。细节描写啊，可以让一个人物变得栩栩如生。用细节来写人啊，可以让我们如见其人，写物呢如睹其物。那细节描写如何入手？从哪些方面写呢？那就是说啊，写人的描写方法有哪些？哎，我们可以一起来回忆一下，包括外貌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以及神态描写。好的，那我们看看这些方法如何塑造出人物形象呢？接下来我们就看两个名著当中的例子，看文学大师是如何塑造人物形象的。我们首先看到高尔基在童年当中啊，曾经描绘过他的外祖母，那他是怎样写出外祖母的这个外貌的呢？哎，同学们在自己的作文当中啊，也经常会写到奶奶啊或者外婆，那我们看看假如是咱们哈，会怎样写外婆的形象？可能是她牙齿洁白，眼睛明亮，笑声非常的爽朗。哎，好像看起来也不错啊，点出了外婆爽朗的性格。但是这样的描写啊，显得太过于空洞，非常的抽象。那我们来看看高尔基会怎么写的。高尔基写道：她微笑的时候，那黑的像黑樱桃的眼珠儿睁得圆圆的，闪出一种难以形容的愉快的光芒，在笑容里快活地露出坚固的雪白的牙齿，虽然黑黑的两颊有许多皱纹，但整个面孔仍然显得年轻明朗。哎，你看他的一段描写是不是很形象地刻画出了外婆开朗的性格、年轻明朗的心态啊？对，他就是用一些细节的描写把外祖母给写活了，对不对？你可以看他的细节描写，主要是在刻画眼睛、
牙齿以及脸上的神态。那大师和咱们的差别究竟在哪呀？我觉得啊，可以举一个例子，那以拍电影来举例啊，咱们写的文章就像一个远镜头，那外祖母呢站得远远的，我们看不清楚她的样子，是一个模糊的形态。而高尔基写的这一段片段啊，则像是一个特写镜头，外祖母拍得非常的近啊，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她脸上的神态，她的样貌就显得非常的清晰，非常的形象。所以啊，同学们下次写作文的时候，也要在大脑中去构建一个特写镜头，然后把这个特写镜头啊表现在自己的笔下就可以了。好的，这是一段外貌描写的例子，咱们再来看看咱们中国的著作当中的一个动作描写。哎，刘姥姥是《红楼梦》单传一个特别有趣的小人物，对不对？刘姥姥家非常穷，但是她的女婿啊和贾府有着一点点关系，于是呢，她就想凭着这一点点关系到贾府来寻求一点经济上的支援。那她第一次来到这个荣国府啊，想必心情也是非常忐忑的，对不对？那她出现在门口的样子，咱们会怎么描绘呢？我们来看这一段。守卫们在门口闲聊着，刘姥姥悄悄地走到门边，小心翼翼地问：“太爷们，纳福？”哎，这是咱们同学写出来的，嗯，感觉好像也写出了他的神态，是不是？哎，但是还不够火，我们来看看大师是怎么写的。曹雪芹的原文是这样的：“到了龙府大门前石狮子旁边，只见满门口的叫骂，刘姥姥不敢过去，掸掸衣服，又浇了板儿几句话。”然后溜到角门前，只见几个挺胸叠肚、指手画脚的人坐在大门上，说东谈西的。刘姥姥只得蹭上来问：“太爷们，纳福？”哎，这一段是不是又写的不一样了？你看他在文中用了这几个动词：掸掸、浇、溜、蹭。通过这些动词啊，就把刘姥姥这种很卑微啊、很怯怯懦懦的样子给表现出来了。同时啊，这里除了刘姥姥还有谁的动作呢？哎，守卫们是挺胸叠肚、指手画脚。大家看到守卫本身也是比较低的一个身份，但是贾府的守卫就不一样，人家荣国府连守卫都高人一等，对不对？所以啊，这一个片段通过动作描写表现出了贾府守卫的高人一等，以及呢刘姥姥的窘迫和卑微。对，这就是名著当中的动细节描写。那同学们觉得我看了这一段，我还是不知道细节描写怎么写呀？哎，没关系啊，徐老师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如何进行细致入微的细节刻画。第一点，咱们得细心观察生活。我们平常在生活中看到一些影像和景象，我们会把这些影像储存在大脑当中，对不对？好，但你下次要去写作文的时候，你就会去大脑中去提取一些资料和信息，就是你之前储存的一些印象。那如果你平常不够细心观察，看了一眼浮光掠影啊，也没注意去看的话，你到写作文的时候是不是没有资料可以调取啊？哎，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啊，所以首先第一步得细心观察生活。好，我观察了，我在写的时候我要把这个过程变慢，对不对？不可能三言两语就把这个事情给概括，那就不是细致的描写了，我们要让过程变慢，让它写长。好的，第三步，是不是什么细节都可以记录咱们的作文当中啊？那当然不是了，我们细节在选择啊，一定要典型。何谓典型啊？就是说啊，我选择的细节要能够突出文章的主旨啊，这就是细节的选择。那第四个，我的细节和人物的性格是不是得合拍呀？哎，你不可能让林黛玉说出黑旋风李逵口中所说出的话，对不对？一定要符合人物的性格。这就是细节描写的四个小诀窍。好的，那么顾老师给我们分享的第二招是什么呢？对，就是手法要得当。在语文当中啊，写作手法是一个特别广的概念。那有哪些写作手法呢？我在这里啊，给大家列举了一些常用的。那比如说联想、对比、衬托、侧面描写、前后照应以及欲扬先抑。哎，大家觉得手法怎么能突出人物性格呀？那我们就来看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呢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当中啊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叫做范进中举。这个范进啊是一个穷书生，他的街坊四邻呢和他的岳丈叫做胡屠富
都非常的看不起范进，总是嘲笑和讥讽他。但是这个范进啊，一心想考取功名，为了考上功名呢，他不惜让自己的妻子和老母亲饿着肚子自己上路去考，最终啊还真给他考上了。考上之后啊，这个范进喜极而疯，发疯了。而他的身边的街坊四邻啊和岳丈对他的态度发生了戏剧化的改变。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胡屠父在范进中举之后啊对他的态度是怎样变化的。那在范进中举前啊，这个范进来胡屠父这里讨钱啊，那胡屠父啊平常对范进的一个称呼，称他为现世宝，没用的人。那对于范进这个人的评价，胡屠父说他尖嘴猴腮，不三不四。那对于考取功名这件事啊，胡屠父的评价是你癞蛤蟆就想天鹅屁吃。对于范进的老母亲啊，他的称呼是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好，等到范进中举之后，咱们看看变得怎样了。对他称呼成了老爷，贤婿老爷。对他的评价呢，则成了哎，我每每说我这贤婿啊是品貌又高，才学又好，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是吧。好，那对于他考取功名这件事的评价，他好像变得我原先就有预料了一般啊，开始说我女儿毕竟要嫁于个老爷。对于他的母亲的称呼呢，则成了你家老太太。我们看这里的对比啊，非常的有趣，对不对？然后除了有趣，还展现出了胡屠父怎样的一个人物形象呢？哎，我们发现他趋炎附势，嫌贫爱富。对于范进态度的改变啊，是和他的地位有关的。通过他这个人物形象，也揭露出当时科举制度对于人们思想的荼毒。这就是写作手法对人物形象的一个表现。那么第三个招式是什么呢？大家来看看，叫做议论抒情，也就是说啊，画龙要点睛。那在写人的作文当中啊，议论和抒情的篇幅啊，自然是比较少的。但是啊，它却是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那我们先来想一想哈，议论抒情也是一种表达方式。那常见的，应该说总共的表达方式啊，有哪些种呢？一个是记叙、描写、抒情、议论以及说明。那议论和抒情啊，在文章当中的作用啊，就是提炼人物品质，升华文章主旨。接下来啊，咱们也可以看两个例子。我们这个学期啊，刚刚学过的两篇写人的文章啊，第一篇是《纪文英多先生言行片段》。那这篇文章的结尾啊，作者这样总结的：他是口的巨人，他是行的高标。你看这一句啊，是不是高度概括了闻一多先生在说和做两方面的成就啊。好的，同样在邓稼先这篇文章的结尾啊，也有如类似的总结。你看文中写道，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哎，这两句话就写出了邓稼先怎样的品质呢？一个是为国家做贡献，无私的贡献，对吧？好，另外一个是为人忠诚纯正。所以啊，议论和抒情在最后啊这样一写，可以将人物的品质啊显得更加的深刻，更加的准确。这就是写人的几大妙招啊！我们俗话说啊，打蛇要打七寸。那这样一些方法也要用在关键的地方。下面我们就来看两个例子，怎样把这些方法用上呢？我们来假面结合练一练啊。那这里呢，举了一个例子，说食堂里啊，张老师急着要去上课，他端起饭盆，一仰头便呼呼噜噜的将里面的米粥喝了下去，一低头却发现。于是他怎么样呢？哎，这里的空格大家试着填一填，填的时候要思考填上去的内容怎么样能够表现出张老师的节俭呢？好的，大家可以拿出草稿纸在纸上写一写，也可以在脑袋里啊构思一下，我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好的，
咱们写好了吗？你看一个人节俭，那他面对米粥那肯定是非常珍惜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啊可以这样写，他一低头啊却发现衣襟上洒下几滴粥，于是他撩起衣襟，伸长舌头将粥舔入口中。哎，同学们觉得有点夸张是吧？啊，可能以前我们粮食不充足的时候确实是这样，而且通过这种夸张啊更能表现出张老师一种节俭。好的，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啊，运用语言描写来表现人物品质的内容是，我举起奖杯走下领奖台，不由自主的来到王兰面前说，然后王兰呢却把奖杯推回来说，哎，这里填上他们各自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可以展现出他们俩之间的团结友爱牵纳，大家会怎么填呢？我们也来试一试吧。好的，大家填了什么内容呢？我们来看看，要表现团结和亲呐，那可能这个奖杯啊是两个人合作得来的，是吧？于是呢，我们就安排他们说这样两句话。那我说啊，这里面有你多少心血啊？奖杯应该是你的。而王兰呢，却推回来说，不，荣誉是你得来的，我应该祝贺你呀。哎，通过这样的两句对话，就表现出两个人之间的团结与亲纳了。好的，这个是细节描写在小片段当中的一个运用。那么在具体的作文当中，我们怎样去运用呢？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两篇例文。在上一次的课程当中啊，顾老师给大家布了两篇题目，对不对？好，第一篇啊叫做争论，也是在咱们课本当中有的，要求呢我们以争论为题写一篇作文，描摹争论中人们的不同表现，不少于500字。那么在课本上我们看到在题目下面还有给我们一些提示，对吗？比如设置场景和争论点，回忆争吵时人们的动作、语言、神态，抓住人们的不同精神气质和个性展开描摹。哎，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我们说到的要运用各项细节描写。那第二点啊，通过对比衬托等手法来刻画人物，写出他们在争吵中的不同表现。那这个地方就是说啊，我们要用一定的手法。那第三点叫不妨深入人物内心，想象他们的心理，尝试进行心理描写。哎，这里仍然在强调描写。好的，那我们就来看看同学们写的文章是怎样的呢？我在这里啊选取了一篇例文，我们看看他写的怎么样。啊，他是这样开头的：我的事中有开心的事，还有委屈的事。不过有一件事使我永远忘不了的事，大家你们知道吗？不知道的，听我给你们讲一讲，你们就知道了。哎，大家觉得这个开头怎么样？是不是显得有点啰嗦啊？而且好像没有讲出什么实质性的内容，是吧？这里啊还有一个病句啊，使我永远忘不了的事，大家你们知道吗？啊，显得非常的累赘。好，大家看他第二段是怎么写的？记得去年暑假，我到表姐家小住。表姐家住在农村，农村的环境很幽静。我时常在大树下读读书，念念诗。感觉非常惬意。然后第三段具体的争吵的事件来了。一天清晨，我正在树下读着诗，是我很喜欢的一首诗，叫做敕勒川。中间有一句，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哎，我正读着，表姐走了过来说，不对不对，这个字读见不读见。我说，不可能吧，也许是你记错了呢，都过去这么久了，肯定是你记错了。表姐啊思索了一会儿说，不会的，我记得非常清楚，这个字啊我当时学的时候老师特意强调了呢，应该不会错的。那表姐这么坚持肯定是有道理的，我想想说，我们这么争吵下去也不是办法，不如去电脑上查一下吧。表姐同意了我的看法。哎，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其实他们争吵还不是很热烈的，对不对？好，那接着他们写到了到房间里去查，结果很令人意外，确实是表姐对了，我的答案是错的。表姐对我说，怎么样，这回你心服口服了吧？我低下头不好意思地说，我服了，这回我真的服了，学霸就是不一样。表姐说，知道哪里错了就好，一定要把错误改正过来。我说，嗯，我知道了。
哎，到这里他们争论就结束了。然后呢，作者来了一个总结：这次与表姐的争论啊，使我受益匪浅。我不仅明白了中华民族汉字博大精深，也亲身体会了知错就改的重要性。也就是因为这次争论，使我深刻记住了这个字的读音，终身难忘。好的，作者到这里就结束了。哎，大家是不是觉得少了点什么？因为你最后落在了这个字的读音里面，终身难忘上面了啊。所以呢，总体来说，我们觉得这篇文章有哪些好，有哪些不好？首先第一点，它还是紧扣着主题来写的，对不对啊？主旨很明确，但是啊不够深远。第二点，它事件讲述还是非常清晰的，可是啊缺乏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巧妙的一些写作手法。也就是说，我们这节课上学到的东西啊基本上没有用上啊。第三点啊，开头缺乏亮点。哎，这就是它的问题所在。我们说啊，文章改比写更加重要。那我们看看这篇文章咱们可不可以抄刀给它改一改，改好来呢？那接下来请同学们和我一起试一试，动手改一改。那我们说开头不太好，对不对？缺乏这个新意啊，啰嗦，令人感觉冗长无趣。那我们怎么改呢？你看，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改：一次争论看似平淡如水，但又在我记忆的脑海中泛起了一个又一个浪花。哎，这样的开头简洁多了，并且啊点题了一次争论，同时啊还运用了一个比喻啊，使得文章显得更加生动有趣。所以啊，这样的开头更好。好，接着后面我们看看怎么改。你看第二段，他是说在表姐家小住啊，然后当时感觉非常惬意。哎，这里的场景描写是不是不太详细啊？我们并不能感受到当时环境的幽静和惬意，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改呢？场景描写也详细一点更好，我们可以改成表姐家的这个院子里啊，养了很多花花草草，还种了各种蔬菜，门前一棵很粗很粗的大树，我和表姐经常一起在大树下嬉戏，我们还给这棵树取了个名字萤火树，因为在夏夜啊，树下会有许多萤火虫在飞舞，好似一盏盏明灯照亮着漆黑的夜晚。哎，我们发现这样一段详细的环境的渲染，就表现出了当时环境的幽静，以及啊我和表姐之间的和睦。这样呢，就和后文的争吵形成了一个对比，对吧？啊，就和后文的争吵呢，就显得更加的激烈。好的，我们看到接下来再怎么改。第三段，他写了自己读错字。但是呢，就第一句啊显得有点啰嗦，对吧？啊，我在树下读着诗，是我很喜欢的一首诗，叫做《敕勒春》。哎，并且它这里有一个标点符号使用错误了。我们说一句完整的话的引用啊，它的句号应该在引号内，对不对？好，那我们看看这个标点符号先改过来，同时啊，我们可以简洁一点写到：一天清晨，我在萤火树下吟诵着古诗，由于一时兴起，没有发现表姐从院子里走出来。哎，表姐振振有词地说道。这里是不是表现了我当时这个神态啊？哎，我读得很投入，没有发现表姐。表姐的说话的样子呢是振振有词，所以啊，这里呢语言更加简洁，并且增加了心理和神态的一个描写。好的，接着他们争吵的内容我们看看，叙述非常平淡，缺乏一些细致的描写，那我们可以怎么改呢？哎，你看，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吧，这个时候可以加一个我若无其事的说，然后继续吟诵。这里啊，是不是加了动作描写和神态描写，把我当时的这个样子啊，不愿认错的样子给表现出来了。好的，接着表姐也很坚持，于是他们俩就决定去查一查。大家看这里，两个人达成和解的过程是不是太快了？没有体现出他们争论，对不对？好，那我们在这里可以怎么改呢？可以先加上一段心理描写。哎，表姐的语文学得非常好，会不会是我记错了呢？应该不会吧，这个字这么简单，我怎么会记错了呢？好，然后嘴上啊很不认输，说完了嘴上的不认输之后，我双手叉腰，眼睛瞪得大大的，抬起下巴，眼神里流露出一股倔强。之后啊，也有表姐的这个神态的描写，表姐却扑哧一笑，哎，乐呵呵的说道：“看你还着急了，要不我们去问问人吧。”哎，这个地方就体现出了我和表姐的一个性格的对比，对不对？好，我尴尬的放下双手，却故作淡定的说：“我
这么吵下去不是办法，那就去网上查吧。好，这一段话增加了好几处的心理描写、神态描写和动作的一些细节描写，使得文章更加生动了。好，在查的时候啊，原文当中简单的说了一下怎么样查出来了，也是很不细致的。那我们改的时候就可以加上一些动作描写，打开电脑用键盘输入这个诗句，哎，结果答案令我傻了眼，我居然错了。这是不是增加了动作和心理的描写啊？好的，在最后，我说我认错的一个过程啊。表姐说啊，知道打错了就好，要把错误改过来。这个地方啊，我们仍然可以加上一句表姐的反应。哎，表姐听到我认错，一点都不得意，用手理了理我耳边的头发，说：“哎，这个地方啊，增加了动作描写和神态描写吧。”好的，我们来看到最后啊。作者的这一个总结啊，好像是对事件进行了回顾，但是啊，整体不够有力。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加上一段啊？在我们的生活中，每个人的观点都会有所不同，有的问题啊，甚至分不出对与错。我们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同时啊，也要接纳他人合理正确的意见，为自己的人生谱下美妙的乐章。哎，这里就由一次小小的争论上升到人生哲理的程度了，对不对？所以啊，这样的结尾是更加有价值的。那这就是这篇文章的修改，我们发现改的最多的是增加了多处的细节描写，这是不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招啊，叫细节的描写要典型。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篇文章。这篇文章叫我们以这样的人让我为题来写作，他给的要求啊，首先我们是不是应该补充题目啊，填上一个情感态度的词。第二个，这个人呢可以熟悉也可以陌生，可以是某个人，可以是某些人。那第三点，就是要表现某种精神品质、风气、个性、品质、情感倾向。好，这是题目给我们的提示。那平常啊，我们自己审题的时候没有这些提示啊，我们也要把这个内容要求的一些东西啊给它读出来，自己要分析出来。好的，那这里啊，我也给大家选了一篇文章，叫这样的人让我尊敬。哎，我们看它开头是怎样的。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的让你尊敬，有的让你佩服，有的让你感动，有的让你叹息。我的奶奶就是一个令我尊敬的人。哎，大家发现她是抄了一下题目，对不对？好像在平常很多同学都会这样做，那这样好不好呢？当然不好啦，这样一抄啊，你就没有自己的内容了。而且你想一下，阅卷的老师他平常改作文，他会看很多很多篇作文，如果一大堆都是这样抄题目的开头啊，那肯定是没有任何新意的。好，待会儿我们看看怎么改。我们先看到第二段，说我的奶奶一生务农，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长得不高也不矮，不算胖也不算瘦，头发花白，乌黑的眉毛下有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哎，你看，不高也不矮，不胖也不瘦，这没有表现出人物的任何个性，对不对？好，头发是花白的，你眉毛怎么可能乌黑呢？哎，这就是对生活的观察不够细致了吧。好的，我们接下来看到第三段，我的奶奶很疼我，记得有一天住在奶奶家，当我快要睡觉时啊，已经9:30了，突然外面下起了大雨，发出了轰隆的雷声。因为当时我很小，所以被吓哭了。这时奶奶来了，她说：“别哭，那是雷公的声音。”我好奇地问奶奶：“奶奶，为什么雷公有这么大的声音啊？”啊，我又问奶奶：“奶奶，奶奶，为什么雷公公不说话了？”啊，因为外面没有雷声。奶奶亲切地说：“雷公公走了，快睡觉吧。”于是我便闭上眼睛，慢慢进入了梦乡。其实现在我才知道，奶奶那时是在骗我的，真正目的是让我睡觉。哎，大家看这一段和奶奶令我尊敬有没有很大的关系啊？好像这里素材选择不太恰当，对不对？那我们接着看啊，后来也写到了奶奶的爱心啊。有一年四川地震啊，听爸爸妈妈们说地震特别吓人，但是啊，地震时我还小，我只记得爸爸妈妈那时候总是在讨论地震，我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大家觉得这一段叙述是不是有点啰嗦啊？好，接着，奶奶很了不起，她捐的虽然不是一个大数字啊，那究竟捐了多少？那对奶奶来讲，多捐一块钱都能挽救一个生命。奶奶经常捐钱给福利院，她说啊，孩子就是祖国的花朵，要精心培育这些花朵。好，这一段讲到了她的爱心，下面还是讲她爱心的。还有一次啊，乡村修路，村长让能出钱的出钱，能出力的出力。奶奶不仅捐钱，还号召年轻的小伙子为乡村出力。
这样大的工程啊，竟然只用一个月就修好了，大家乐得合不拢嘴。村长给奶奶颁发了最勤劳村民的锦旗，奶奶却说，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家乡做出贡献。这样朴素的话却包含着深刻的道理，奶奶，我该有多么爱您呐。好，最后结尾来了，奶奶，你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但爱家乡、乐于助人的精神多么感人！我爱我的奶奶。哎，大家觉得这篇作文总体来说写的怎么样啊？首先，他有没有扣住尊敬来写啊？哎，我们发现前面一个素材是有点没有围绕主题啊，后面一个素材是围绕着尊敬来写的，所以啊，对这篇文章总体评价是主题明确、叙述完整，但是啊，选材不大。第三段的事件和尊敬的关系不大。第三点，部分段落叙述啊比较的拖沓。那我们有没有办法给它力挽狂澜，扭转回来呢？嘿，咱们一起动手来改一改。既然第一段没有自己的内容啊，那我们再加一加，看看怎么改呢？哎，我们在第一段啊就可以用一个议论来点明中心，概括出人物的精神品质啊，开门见山的写出了奶奶为什么令我感到尊敬。好的。第二段，我们说这里的描写好像有点空洞，对吧？那我们怎么改可以更具体呢？没有表现人物品质的话，那特质的话，那我们看这里，头发花白，眉毛也花白，然后这双眼睛啊，虽饱经沧桑，却保留着清澈，个不高，身体微胖啊，不是喂鸡就是浇树，哎，这样通过一些细节的描绘，好像人物形象就更加清晰了，对不对？好的，那接下来看到这个事件啊。写奶奶哄我睡觉这件事啊，好像不太恰当，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改？我们可以改成奶奶家有这个杏树啊，每次这个果子熟了呢，我就拿给邻居去吃。那有一次呢，还给隔壁家的这个孩子啊织了一件毛衣。啊，那我也问奶奶为什么要织毛衣啊？啊，奶奶就说啊，她要去上大学了。啊，织完毛衣之后还塞了300块钱。哎，这里的素材是不是就更能表现出乐于助人这个优秀的品质啊？所以啊，这里是用了送杏子和织毛衣，表现出奶奶的乐于助人。好的，接着这一段我们说它太啰嗦了啊，那我们就把它精简一下啊，改一下。我们在这里可以用一个手法表现出奶奶的大方，哎，用对比，你看奶奶平常对自己是很小气，什么也不舍得穿，不舍得戴，不舍得用，但是啊，她对帮助人这件事很大方啊，在汶川地震时捐了3000块钱。三万块钱，然后呢，在最后面一件事情啊，写他帮助家乡修路的这件事情啊，你看最后这个抒情，奶奶我该有多爱您啊，好像显得有点生硬，对不对？那我们可以怎么改呢？我们在最后啊，可以加上我和奶奶一段对话，问奶奶为什么要做贡献，奶奶摸摸头说，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家乡的爱护，也要尽力为村里人做点什么，咱们村才会越来越好吧。正是春光明媚，我看到一朵朵桃花漾开在奶奶的眼里，也漾开在了我的心里。这里就用了象征，把桃花呀象征成奶奶的温暖和奶奶带给我的影响。那最后啊，结尾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改一下？哎，奶奶，您像冰山雪莲，洁白无瑕，像满山杜鹃，晴暖人间，我该如何爱您啊，我的奶奶。哎，这样抒情就显得更加自然，并且用了比喻，增加了文章的生动性。那回顾一下，在刚才的两篇文章当中，我们都做了哪些修改呢？一个是路题简洁，开篇要吸引人，结尾要有力，要围绕着中心来选材，要恰当的运用一些细节描写以及一些手法。那这就是文章如何写好的秘诀。哎，大家知道在金庸的小说当中有一本武功秘籍，只要得到这本武功秘籍啊，可以说是独步武林，从此啊修为武林的大侠。那在咱们的文章当中有没有秘籍呢？哎，也是有的。鲁迅说啊，写人关键在于写眼睛，而叶圣陶说呢，写人要表现出他特殊的印象。哎，大家记住这两点秘籍，咱们也可以独步武林。最后啊，我们来进行课堂小结。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啊，咱们主要是学了两点，一个是写人的3种方法，细节描写、写作手法、议论抒情，同时啊，也要知道好的作文来源于观察。
那最后呢，送给大家一副对联，是郭沫若评价蒲松龄的，叫邪鬼写妖高人一等，试探肆虐入木三分，希望大家写的那文章也能高人一等入木三分。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